心理健康。到玉峰山庄，反正半路不想走的车子可以坐，然后到天台，可能会在天台附近的马路吃饭，然后下到南势湖，走到金山。哦，那时间较早的话，我们就再去加码走到水尾渔港，走神秘海滩。哦，那假如说时间不够，你不想走，就到反正沿路都有车子可以坐就对了哦。啊，因为今天都是下坡，因为前几个礼拜都下雨，可能某些地方会比较湿滑，所以大家慢慢走就好，因为今天路程不远啦。哦，总共走完才大概5-6个钟头，所以等一下大家慢慢走啊。起床了，说走就走，6个小时就。擎天岗这里走，现在我们在对八烟镇山口，等一下要再继续往天籁的方向前进。现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往天籁。
这么热的。下一道公路坑道，好，公路坑道，漂亮。
山的39.1023号 get。好的，往下走喽。好，运到这边，那个弥勒佛可以出来休息，然后下山了。非常的漂亮，这里一个非常大的弥勒佛。好啦，快速看完弥勒佛，我们就往上走啦，走起来。去往公路出口。好，现在是金针游客中心，我们要去外面搭车了，准备要下课了。好，最后又走回金包里街了。今天大概花了7个小时走了这个北段的鱼路古道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就搭1815回台北咯。